那么您现在能看到的这样一个平台啊，其实原本呢是一条非常通坦的道路，那使这些土方见底能够找到并且挖掘到被掩埋的这样的房屋，这些泥土的含水量会非常非常的高。你看我像我旁边的这样一个泥土，我脚如果踩上去的话，脚基本上会瞬间陷到这个泥土里面，持续的进行，来使得我们能够继续在这里搜寻还有其他的这样一些失联人员。